样一个有跨度的角色，对于我自身来说也是比较提前感受了自己的中年期吧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演员这个职业，我相信我们都很幸福，就我们干这份职业，因为我们可以提前的去体会不一样的人生，不一样的生活。我希望我以后可以继续热爱下去。好。